当我发现了女友的特殊癖好。乔平罗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为什么又买了这么多抹布回来啊？哎，你这件绿色的，我记得我给你卖出去了呀。你给我买的时候，怎么去狮子来买？屁嘞，你会买同样的衣服买两件，你当我傻呀？你想念旧啊，你不知道啊？什么呀？我说呢，我在半夜卖的衣服卖那么快哦，原来是你蹲着在那儿买的是吧？你好意思。这个是你吧，啊，两块钱的东西你让我拍一件还要送你一件，还说自己穷。屁嘞，这些东西本来就送给粉丝的，不许这么干了、啊、给我重新上架去，少来，重新上架去。妈呀，你继续啊。现在说这些晚了，哎，你说你买新的我都不会生一点气，你把旧的买回来，你这些穿过我看过了呀，你买新的换换风格不行吗？那你喜欢什么风格？我你穿的我都喜欢。不算。哎，不不，制服制服。牛点都下两件、啊、哎，没有了。其实我这几天真的刚好买了几件，我还没有穿过。真的呀、那择日不如撞日啊，就今天晚上。怎么样？赶紧去，赶紧去！咋了？我还给你也买了呢。真的呀、那我们一起啊！赶紧去，走走。干嘛？给我拍照！别笑。乔玉龙，你真的好过分啊！为什么要买这个？这就是你说的制服？秋婷，我看怎么很适合你、啊。我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！真的好过分，去去，如何安全的批评女友，先准备一副耳机假装打电话，然后等待时机。怎么卡粉了呀？肯定是晚上没睡好啊。机会来了、那你不知道早点睡啊，现在知道叫唤活该。你说什么啊？不是，我说什么了？我在跟刘都聊天，怎么突然这么生气啊？你继续，你继续。说。正当我想继续时，他居然。哎，今天就我们两个人玩，不带他，他那么耽误事。这是有事情啊。就这样还想闹，假装啥都不知道。Later。他急了，但我不慌。不是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少人还上啊？你说谁给他玩？不是你干嘛呀？我跟廖都打电话呢，你踢我干嘛？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哎，莹莹，我又没有衣服穿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去买衣服、啊？就知道买衣服，那衣柜衣服你能穿下吗？啊，天天就知道败家，真的是。小姐，啊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衣柜去谁呀、不是你等，你又打我干嘛？我接电话呢，能不能让我好好打？我生气了啊！真的打电话呀？不然呢？你要不要听听？来，你继续。不是又破了？可以吗你啊，小姐，你眼光可以啊？没有啦，不是，别这样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听歌，不行啊。行。Later。他这条朋友圈绝对是寂寞可见，装作没看到。哪儿去啊？不用你管，反正没人投我，我一个人睡。你去啊！就你这个态度，谁跟你和好？我要拿上枕头自己睡了。啊，好。我还要拿我的书。去啊！这渣，干嘛？为啥、冷，我要睡。哎哎，你抢走了我干什么呀？你要不就自己乖乖回来睡觉，你要不就在衣柜里面再拿一套。谁要跟你睡？那你不想，你不想和我睡，你就自己拿，别抢我的。你了不起，你就是要欺负我，自己拿就自己拿。在哪里买？没有啊。那没有就在这边嘛，你自己找一下嘛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想起来，哎，我把被子腾出去了，你看我这个，
哎呀，不生气了啊，不生气了。碧罗啊，我洗澡去了啊。嗯，你去吧。嗯。干嘛呢？没干嘛。啊，女朋友的小心思。干嘛呢？你怎么洗澡不脱衣服啊？我这不是怕某些人来偷看吗？谁要偷看啊？Later。哎，你就这么想看吗？怎么了？自己家不能看一下？那你进来呗。谁要进去啊？我看的是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我在脱衣服，你正准备洗呢。啊，后面说嘛，没关系。这个理由也太烂了吧！哎，不是姑奶奶，上面写的很清楚吧？我觉得你不是想喝这个，你就是想跟我一起，对吧？走嘛，那就一起呗。哎呀，怕什么嘛？你不是要一起了吗？哎，小样，就嘴上说的厉害。我有一个想法，碧罗，我没有带衣服进来，我出来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拿。我已经出来了。哎，干嘛呀？你怎么突然把眼睛捂上了？你不是想看的吗？我开玩笑的，你不冷啊？我不冷啊，那可以贴贴了吗？我给你离我远一点，你就要近一点。哎，你别逼我，走开！我逼你怎么了？啊，我就逼你了，我就逼。你睁呀，你睁呀。咋了？失望了？没有。BB I'm a she, I said BB I'm a she。可是家里面不是一样跨年吗？外面好冷啊。那能一样呀？情调懂不懂？我们在外面吃个饭，听完解放碑钟声，然后去酒店睡觉。你看这样不好吗？哎呀，我不去，我怕冷。行啊。那就别怪我使手段了。找到暧昧期他发的语音。我都可以呀，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谁呀、啊？这个时候给你发消息啊？就一个普通朋友。你骗谁呀、啊？该做正事了。你快点吧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你往右边看。比如啊，很多人对你说过新年快乐，但我想对你说，平安健康。哇，廖文杰，这是你准备的呀？啊？不是，你没看完。不是，比如你生气了？没有。你还说你没有？ 你走哪儿去了、啊？你回酒店、啊。回酒店干嘛呀？现在你看看几点了，我妈还要抽背。啊，育儿知识呀、啊。你干嘛呀？垮这个脸啊？还好意思问呢、啊？我用你的手机就刷了几个视频，嚯，好家伙，我以为软件出了什么自动去上衣的 bug。什么呀？你看着那些男的是没有衣服穿吗？大冬天的。哎，要不要我捐几件衣服给他们呀？也可以呀。人家也没干嘛呀。还没干嘛？什么呀？你再说一遍，乔碧罗。哎，我现在很有理由怀疑你精神出轨，乔碧罗，很严肃这个问题。不要怀疑我嘛，是真的。什么呀？啊？哎，我错了。啊！我没有，哎，我难得天花板怎么会看那些东西？看呀，怎么了嘛？有问题吗？它后面的桶什么颜色？粉色、嗯。对不对？有问题没？你现在还不给我滚回去，我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。究竟还想跟我斗？世俗总要。